所以你会来到这里，各位朋友，请给我们的介绍人们一个热烈的掌声。 今天主办方给我了一个题目是合作，说实话，我在走进安利之前，我总觉得作为一个老师，我只要认真备课就好了。可是要走进安利，事实上，除了你的认真之外，合作也非常的重要。那我先来讲讲我自己的故事。当初我的介绍人吕森林先生要把安利事业介绍给我的时候，我觉得 我自己很自豪我的生活，不需要安利这个事业，所以不喜欢、不认同、不需要、看不上，简单一个英文单字 no 拒绝了3年多，接近4年的时间。如果他没有再一次的邀约，今天我就不会站在这个地方。所以各位朋友，在走进安利的时候，最首先的就是跟邀约你的朋友 也就是您的介绍人的一个合作，所以各位朋友，请再给我们的介绍人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为了今天的这个分享，我找到30几年前的照片。30年前从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就在高中教书，可是因缘际会走进安利，因为一套锅子改变了我人生，改变了我的一辈子。 而我的介绍人就是照片里面大家看到瘦瘦干干黑黑的，在这个左手边的这一位，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他已经20几岁了，穷苦人家的孩子不想要20几岁还继续跟家里伸手要钱，于是寻寻觅觅寻找机会，因缘际会走进安利，可是 一个穷苦的学生，举目无亲，在台湾，他家人都在马来西亚，而台湾的安利才正要开始，在同学、老师不认同的情况底下，一个人走过一条辛苦的路，慢慢的就推荐了几个同学，所以几个同学在这一个租的宿舍里面，就开始了安利这个事业。 大家可以看到呢，这是35年前的产品。那么这几个穷学生就这样子瓶瓶罐罐开始了安利事业，中间经过了很多的困难跟挑战。在这个照片最右手边的这位黄先生，他很积极，他很努力，可是因为市场的一些因素跟挑战，他放下了，他退缩了，他没有续约了。安利事业里面 已经找不到他了，可是呢，他的市场里面却留下来了2户钻石，还有很多很多优秀的人才。所以跟各位朋友谈的是，请你好好珍惜你的这个安利户籍，因为它会带来的超过你的想象。可是重点是，你要在面对挑战的时候能够坚持下来。吕先生，吕森林先生一样碰到很多的困难跟挑战。 甚至整个市场看样子要蓬勃了，又崩盘了；看要蓬勃了，又崩盘了。可是因为他持续的坚持跟努力，最终大家可以看到，放弃的人安利与他无缘，坚持下来的安利就有一席之地。
我们请给所有在安利事业里面道路上奔跑的前进的你和我，给我们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而我们走进安利事业都有我们的介绍人，我们非常感谢的是陈老板把安利事业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的种子启蒙发芽成长。这是30几年前的照片，陈老板那时候还很年轻。我们非常感谢的是老板启发了我们的安利事业之后，他会从马来西亚到台湾给我们鼓励，给我们协助，给我们帮忙，包括到了中国内地的市场也给我们持续的启蒙，在最艰困的时候也给我们力量继续往前走下去。所以今天老板跟老板娘的团队可以让这么多人改善的人生能够发展这么好，让很多人的生命因此而发光发热，借大家掌声谢谢我们的陈老板。而透过安利这个事业，吕森林开始了安利的追星梦。这张照片是1984年，在那个时候他知道我们的创办人老迪卫士先生要到台湾，所以他一路追，追的不是明星，追的不是其他人，而是安利的创办人，一路追到了老迪卫士先生。我要讲的是安利公司的共同创办人，美国的百大富豪之一，他把他的手放在这个年轻人的肩上，他说Young man, believe in yourself. You can make it. 年轻人，相信你自己，你可以办到。安利事业不问你能不能，只问你要不要。重要的一点是，当你愿意的时候，你愿意走入团队，愿意从成功的领导人身上学习，你不能也能够变能。可是当你要的时候，你再能也变成不能。所以一个要的决心，然后融入团队的学习和成长非常的重要。于是点点滴滴我们做出一些成绩，点点滴滴我们迈向成功。今天我们能够从台下走到的台上，我们始终常讲的一句话是平凡人不凡心，非凡事业。我们很平凡，我们来自平凡的家庭，原来我们只是想要安身立命，可是走进安利事业之后，我们发觉我们应该可以更好，甚至不止自己可以更好，而且能够带领团队更好。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成长，能够往前，那是因为有团队的力量，而我们也愿意融入团队的学习跟成长。这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在台湾安利初步的时候，吕森林皇冠大使从起步到上了滴滴高级主任，眼看着快要上明珠的时候呢，整个市场有很大的因素冲击。那对于一个年轻人，眼看着大好的前程就这样子即将化为乌有，内心的挫折非常的高，又要面对伙伴很多的疑问，又要面对很多合作的一些问题，所以他曾经低潮，曾经挫折。而那个时候呢，陈老板不在台湾，好不容易刚好傅先生回到台湾，所以吕森林就赶快跟傅老爷约时间，然后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一个人在消极的时候难免会讲了很多很挫折或者是很低潮的话。傅先生听了之后他说，吕森林，你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转身离开，从此不问安利，重点是你甘心吗？如果你不甘心，另外一条路就是把挫折感拿掉，变成前进的动力，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全力以赴
做到成功为止。傅先生常讲的一句话是：你能，你能，你一定能。它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你必须从内心里面找到的能量。所以当我们早期在台湾碰到了挑战，后来到1997、1998年的时候，在中国内地市场，我们也眼看着即将要上行政钻石的架构回到低于两个半人，只剩下两个伙伴跟一个我们看好而还不想经营的伙伴。收拾旧山河，重新出发，我们从内心找到能量之外，就是融入团队学习跟成长。也因为我们持续继续前进，我们慢慢学会可以跟更多人合作。我要讲的一点是，我们是平凡的夫妻，但是非常感谢的是，傅先生创办的陈冠大家庭，只要你有心，你有地方可以学习；只要你有心，你有领导人的经验可以请教；只要你有心，你就能够点点滴滴上滴滴，瓶瓶罐罐上皇冠。这是我们达到皇冠大使的时候的一个庆功会，对我来讲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从无到有，到能够有几万个家庭一起在爱用安利的产品，一起在享受安利这个事业的价值。在20几年前我要开始做安利的时候，亲戚朋友不认同，爸爸妈妈担心，总是觉得你把你好好的工作放下去经营安利这个事业成吗？行吗？我要跟大家讲的一点是，只要你愿意，安利已经在全世界有成功的例子了。只要你有心融入团队学习成长，这个舞台有你有我。今天我站在这个地方，改天我为大家喝彩好不好？下一位要上来分享的人，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而谈到合作，我常常在看的一本书是我们老迪卫士的书《单纯相信，富足心灵》，里面他有谈到他怎么样跟温安洛先生开始了安利事业。而这里一封信是从书里面摘取的，那是在老迪卫士跟温安洛先生他们已经合作25年的时候，他所写下的文章。前面讲着生日快乐，我只想告诉你，你对我有多么重要。过去25年我们有过奇迹，但是总会发生更棒的事。我不知道是否有简单的方法来表达，但这就叫做互相尊重，更适合的字眼叫做爱。这些年来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美好，很难一一说明，但所有的兴奋与喜悦都是因为我们一起度过。这一切起源于每一个礼拜25美分的大便车，从此它成为一趟美好的车程，爱你的理查。很多新朋友可能不知道，老迪卫士跟老温洛他们在高中时候，因为一个家里有钱有车，另外一个需要搭便车，所以因为25美分的这个搭便车的缘分，让他们开始了安利事业。从高中到他们学校毕业之后共同创业，到他们携手创立安利事业，草创过程当中面对了很多人的不理解，也面对了市场要成长之后又碰到挑战，甚至一场大火把安利的仓库都烧为灰烬，化为乌有。但是一个合作的心，一个要成功的心，挽起手臂又能够江山再起。我们要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创办人，而他们展现的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合作的理念。我非常开心的是，在26年前我们也亲自了去了美国的亚达城一个寻根之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切都是真的，环保奖章是真的，两位创办人是真的，而这边有他们的一个精神理念。最底层是两位创办人合作扶着一个地球，要把这个事业传给全世界各地的领导人。而中间是我们直销是员工生产好的产品，再给我们经销商营业代表去服务我们的顾客。这就是我们一个合作的理念。而在安利里面，透过傅先生引领我们陈冠大家庭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大家庭。2年前我们
台湾市场主办的陈冠的年会。在这个陈冠年会里面，傅先生亲自来指导我们，他告诉我们，陈冠这个大家庭就是独立不孤立，我们能够在独当一面的时候各自精彩，我们也能够在合作的时候手把手心连心一起共创精彩。这个理念也落实在我们每个人带领团队上面。这个是去年两年前我的团队，这当中有这个北台湾最大的这个热能供应商的老板娘，也有呢云端科技里面的这个总裁，而他们在接任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共同的一个名字叫做亲善大使和安全官，就是要把会议办得好。那我们可以看到陈冠这个大家庭，就像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来自于全球这么多优秀的人才，我们在一起共创精彩。而这个照片里面是两年前的照片，两年前将近两万人的会议，而今天我们是四万人的会议，更大的规模，更多的伙伴家人一起参与，更多的人达到新科的钻石，新科的皇冠大使上 FC。 所以我要讲的一点是，陈冠这个大家庭有你有我，我们掌握这一个好的安利事业契机，融入我们的团队里面，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一起合作更加精彩。今天你为我鼓掌，下一次我为你喝彩，我们顶峰见，谢谢。